我是第一金人寿的小编，今天我们要来进行的是街头红包挑战赛，那我们就开始吧 ，Let's go！ 哪个公司不属于第一金控？四，第一金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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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答对了。来造句大考验，请用第一点点点金造句。第一要去第一金控。第一次听到王金平要选总统。第一次买保险就是去买第一金人寿。第一名金棒棒。第一次来喝红糖咖啡的话，就可以获得金色的一年。第一次看到你们就给我现金红包。下方哪个是安心出国的必备品？以上皆是，应该是一以上皆是，让皆是，一以上皆是，以上皆是，一以上皆是。请问我们是什么公司呢？第一金人寿，第一金人寿，哦，第一金人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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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答对了。今天的红包都已经送出去了，我们挑战大成功。第一金人寿祝大家鼠年行大运，鼠钱数不完。